起了那个半局同时对三分大局的攻势了。对，高弹跳，三垒手接球传一垒，哎，要不要挑战？要不要挑战？哇，这个球应该有机会吧？有没有挑战？哦，有，我看到竹子他比手势了。这种高弹跳的滚地球基本上都是打声卡球哦，比较容易发出现的一个状况。对，这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吧？ 对，这基本上看一个角度就够了吧？这个角度就很清楚了、哦、对，我、哦、已经踩到了哦，应该改判的机会蛮高的哦。哦，好，同时对挑战成功啊，那基本上应该会给陈崇廷之内安打。确实啊。这个球打了，二垒手接球之后要策动双杀，一垒这边又 out， 哇，又要改分，又要挑战了吧？这又要挑战了，没得挑战了，同时的两次都用完了。可是刚这个球真的是有 save 的空间哎。哇，这个声卡球其实投得相当精彩哦。李宗贤这个判断也相当迅速啊！哦哦，因为两次的一个电磁辐射判决已经用掉了哦。可是其实